订阅开铃铛，让你笑甲爬顶袂动。大家好，我阿冠啊，我来，今日吼就是要烘这啦吼，花冠的中秋烤肉煮啦，海鲜组合干。牛肉组合啦，海鲜组合内底有三个，有加到咱叫白大鸡的连鲜带头鱿鱼两只啦。嗯。小雨啊，我就无介意食这荤鱼仔，你啥拢要搞白这哈？你无感觉食这唔惊迄荤鱼仔伫嘴安尼烂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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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够三个，够这二 S 生食级干贝，好你食落，干哎呦，干哎呦，干哎呦。阿管有卖刺文鱼吗？刺文鱼，我咖你！哦，过来，天使红虾，你看，这大只有看无？这大只，哦，妈哦，叫小文鱼烘给你看，看好食无？赶紧讲啊！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先来介绍这个我们今天的食材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青鱼一叶干，哦，一叶干啊，我加对，赶来用，赶来用，赶来用，哦，然后这个是青鱼片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 A 五和牛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部分呢是五只香鱼，再来呢是这个二 S 的贝柱，啊，日本干贝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么已经退冰哦。退冰的还这么大一颗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鲑鱼片，好鲑鱼片，然后这是我们刚刚这个跟馆长懒叫北爪一的严选带头鱿鱼两只，那这个是这个五谷牛小排，我们看到看起来就是非常可口那个油花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横膈膜，它这个是这个翼板牛排，翼板牛排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直接马上的开始烤。烤看看到底馆长的中秋烤肉煮到底好不好吃？来啊，和牛先哦，直接和牛的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感觉很厉害哦，和牛片啊 ，A 五和牛，很贴心，它一片帮你分成就是一层一层这样。哦，很好吃哎，很嫩。来吧，试试看。用麦克风吸油音呢？靠背，这是麦克风发声。天使红虾，那烤片给我妈吃。你看这个干贝，烤熟了还这么大颗。正常的干贝都是烤熟就变得很小很小。二 S 生食级干贝，哇，厉害的哦！它吃起来很扎实，超级扎实，不会像外面的干贝那样子咬下去就散掉这样。它吃起来是超级扎实的那种，超好吃。下次看看，这一人一颗哎，自己加奶油。对啊，奶油干贝啊。现在来烤五谷牛小排啦。感觉很厉害的五谷牛小排了。叶干，青鱼一叶干。青鱼一叶干就是青鱼，放了一个晚上，就会变青鱼一叶干。你确定？好了，你搞不好连我爸都不知道。青鱼片跟青鱼一叶干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说一叶啊！你个抄袭我！我们小白颜色很漂亮，很好，颜色很漂亮。哎，为大家试吃这个五谷牛小排，觉得很厉害哦。很有嚼劲，然后筋也不会太多。不会让你有那种咬不烂口香糖的那种感觉。来，青鱼一叶干，来试看看。
它的肉质非常的软嫩，有没有？好、哦。哦，超好吃！就我觉得不爱吃鱼的人也会喜欢。嗯，棒！好，现在烤这个横膈膜啊，感觉就超厉害的。横膈膜没吃过哎，太爽了吧！教练啊，横膈膜。试试看看，吃起来很扎实，可是我好像有点烤太熟了，不用那么熟，熟了之后会有点太偏硬，吃起来跟肉的那个口感还是有点差别，蛮好吃的。来啦，各位试吃香鱼哦、喔，嗯，香鱼很香，它这个香鱼是没有蛋的哦、喔，没有蛋的，嗯，好吃。吃起来很嫩啊，很嫩。香鱼推荐。再烤这个翼板肉，哇，很大片的，比你脸还大，而且蛮饱的哦。嗯，这感觉就很好吃，因为它很饱，蛮饱。嗯，这个好吃，因为它肉很薄啊，肉是薄的，而且很有嚼劲，口感很好。刚刚啊，我在烤这条鱿鱼之前啊，他拜托我叫我不要烤它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烤鱿鱼，如果我考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答对的话，我就放你一马，就不烤，不烤你。然后那个鱿鱼就跟我说，好啊，你烤我，烤我，烤我，然后我就把它烤来吃。鲑鱼，嗯，美。我的鲑鱼已经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试吃那个鲑鱼，感觉就很厉害了，一样非常的嫩，感觉到它的鲜味，从你嘴巴窜出来，非常的好吃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！我们今天吃的非常的饱啊！最后啊，如果没有买到馆长的中秋烤肉组的观众，可以透过这支影片啊，来弥补一下。那最后预祝各位中秋节快乐！那最后呢，祝这个馆长早日康复啊！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